8月23日，德清县新安镇卫计办的志愿者为即将返乡步入学校的小候鸟邢飞扬背上自己第一个新书包。当天，该镇在举办的关爱小候鸟相伴共成长活动上，为小候鸟们准备了新书包和文具用品，希望他们学习进步，健康成长。